六月十一日上午试试去，一名28岁的程序女子突然驾车到派出所请求协助，并表示家中一岁男婴早上在家里发生热痉挛，心急如焚哦，那等不及哦，救护车抵达，担心哦会延误到就医时间，远驾车到派出所来请求协助。同仁获报听闻后，立即哦驾驶巡逻车开启警示灯，鸣放警笛，帮程序女子哦车辆前方哦进行开道。我速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紧急救治。那原本需要25分钟的车程哦，短短15分钟内即抵达。那本所在此呼吁民众，如遇要救护等疾病的救护案件，可优先哦电请救护车到场来协助。除能够得到合适的救护外，病人把握黄金的抢救时间。另外提醒用路人哦，如在路上遇到救护车或警车的鸣笛声哦，应注意有鸣笛车辆的一个行驶方向。